就是这样，一点点，像这样按压一点点，这款在手按的位置可以调整强度。按下去一点点，听听声音，声音很强劲，风力真的很强。来试试吹落叶。很多人问电池是分开使用的吗？电池是6安培12伏特的，用于32伏特的涡轮风扇。很强力，这款涡轮风扇有电池显示，会显示你用了多少电量，赠送长长的连接线，大约一米。有人说想看看吹树叶风有多强，来看一下，开始吹了。很强力，这款涡轮风扇有电池显示，会显示你用了多少电量。你看我用这款涡轮风扇吹完之后，地面很干净。很多人留言说想看一下风力测试，我现在就展示一下。轻轻一按是这样的，也可以变强，超级棒！大型涡轮喷射风扇，看到没有？树叶没了，再吹一下。真的很好。好的，用了之后剩余三格电，想买大型涡轮喷射风扇，有电池还赠送长款电线，可以拆卸。谁想要使用更长时间，可以买345电池款，可以更换。这里有一个连接口，插上就会有声音，有这样子的声音，就是已经准备好可以开始使用。